第三十七题，为何人类听不见超声波无音笛呼唤狗儿的声音？我们晓得人耳的听觉范围是有限的，是20赫到2万赫，太低或太高的声音我们都听不到，那是因为频率不在我们的听觉范围内。那么所谓的超声波就是所谓频率超过2万赫的，所以我们人耳听不见。所以我们人类听不见超声波无音笛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频率太高，超过人耳听觉的范围。所以我们第37题我们答案要选的是猪，声音的音调太高，所以我们听不见超声波无音笛呼唤狗儿的声音，是因为音调太高，超过人耳的听觉范围。